说到千层蛋糕很受甜点控的喜爱，今天层层我带路，在基隆有很多家人气千层蛋糕店，这次我们要探访的就隐身在基隆巷弄里面，主打的是每日手工现做的千层蛋糕，都很细致，不管是食材或做工，口味丰富多元。而这间老宅咖啡甜点店很有故事的，百年商号起家，如今是第五代创业，千层蛋糕好吃到声名远播，是不少人来到基隆必打卡的店家之一。金融咖啡店的密度全台之冠，在巷弄里面就有一家百年商行起家转变而成的咖啡店，这里的人气千层蛋糕不能错过哦。来，刚刚看到冰柜里面的口味超级多了，看了好想吃，我们赶快来看看。为基隆最强千层蛋糕，光是视觉上的澎湃华丽就让人招架不住。如此费工的甜点制作过程，我也来体验一番。听到我们的师傅 Mark， 嗨，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请教 Mark 说，我们今天要来示范做一下这个千层蛋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今天是做什么人气口味呢？今天我们是做综合水果口味，抹刀在蛋糕的正中心，往外推，好，这样子慢慢的、慢慢的把它推开来。哇，你看。超强，拿到两片，我拿到两片了。对，厚薄到你以为是你。对对对。手可以这样，因为这个蛋皮非常香，它的香的地方要。我真的像就会闻到那个蛋香味，铺棉被了。对，盖棉被。盖棉被 ，OK。就像小孩一样，对，然后把它压好，围圈圈就可以。我们这个蛋糕加一加，应该加奶油加一加，至少都一公斤以上，把所有的缝隙都塞好，让蛋糕看起来是稳固的。丢水。用你的哎，哦好，哦好，对，往外推，往外推，这颗千层会不会就毁在彤彤的手里？不会，我们这一颗千层也不便宜的，好吗？接下来就是铺这个，好，我们的玉葡萄跟刚香蕉一模一样，这个就比较简单，这个朝下，朝下 ，OK， 对。丝绸般滑顺的鲜奶油叠上薄如蝉翼的蛋皮，重复动作慢慢堆叠。这些年 Mark 经手过的蛋糕，少说也有上万个。你看，太难了，太细了啦，10公分多。有，刚加的那一层有效果。我那千层蛋糕这样一层一层铺上，大概叠了几叠？大概15层。哇，15层左右就非常的厚实。刚才拿尺量的话，大约会有7公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气千层蛋糕完成喽。最后，我们再用综合水果装点一下，酸甜清爽都很适合，这样完整的千层蛋糕才算完成。除了甜点本身好吃，这里的环境氛围也很独特。咖啡店的二楼，这也氛围很特别，有一些很不同的元素在里面。其实这间甜点咖啡店的前身是有一个故事的。对，它前身其实是渔船的办公室。那二楼还有很多元素，其中一个元素是有一个百年的商号的匾额，所以它是清光绪28年就挂在这边。对，那历经五代，每一代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。那第一代就是在台湾做梅花鹿养殖。哇。对。那第二代就刚好是日据时期，所以做的是那个日本的瓷器贸易，是，对。那第三代跟第四代就是做渔船，哇，这斜杠的很厉害。所以最后呢，第五代是来做这个甜点咖啡店，对，不小心做的。原来当初听到老婆一句喜欢吃千层蛋糕，就买手钻研，如今成了镇店之宝。桌上摆放的是今天有5种口味，那其实这里的千层蛋糕呢，也会依照这个季节性有不同的一个元素，像是当地的水果在里面。那我们请介绍一下，像这有抹茶，这提拉米苏，还有香蕉巧克力，还有综合水果。另外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蓝莓。蓝莓。像是抹茶的部分，就是用2种日本的抹茶粉去制作。中间我们还有夹抹茶。旁边搭配的是红豆，因为考虑到有些人他不想要把红豆跟抹茶一起吃，所以就把它变成一种蘸酱。这个茶叶要够新鲜才会这么翠绿。哇，这个是日本来的这个抹茶粉，对，小三元的。小三元的抹茶粉，吃吃看喽。嗯，真的超级软的，它就是有点不会太腻，那甜中有点回甘的感觉，一点点苦味，一点点的微苦，微苦微苦。它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。哦，上面有白巧克力，对，难怪就是会有点就是扮演这个苦甜苦甜。所以看起
其他像是提拉米苏搭配海盐奶盖、水果千层的淋酱，还可以吃到草莓和蓝莓颗粒。更厉害的是，法式千层的元素竟还可以运用在台式传统糕饼上。我们小时候都会觉得说，哎，会不会基隆的伴手礼就是海鲜？因为看这边来来去去都是提着海鲜啊、鱼虾这样子，哎。哎，好久不见，然后送一点这样子，所以现在才会把这个回忆跟元素做成礼盒的外形。当时的构想啊，比如说，哎，既然大家都是这么喜欢千层蛋糕，我们就干脆把那个千层蛋皮，拿来包伴手礼元素，就直接法式的蛋饼皮去包中式的凤梨馅，所以才会变成现在的千层凤凰酥。两个大男生的创业一手闯出名号，家族元素也巧妙保留下来。品尝美味千层，听老宅故事，来基隆游玩也可以有一个无比惬意的午后。